歹劫多命，心头酸，抛妻别子，离家远。人人拢讲台湾好，因何袂做做有理？接无过台湾，这台湾可比迄落鬼门关。人拢讲这台湾好。在未做啊，做会苦路啊。也都拢无回转啊！哎呦喂！俗语话伫咧讲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一句台湾钱阴卡目，予长线的人未尝未尝，放无放假，隔海来拍。也毋过，长线隔台湾，心肝隔台湾。隔番剩一半，一半无底。乌水沟的岔流，来阻断了长山甲台湾的路途，也阻断了人心的背负。古早台湾有名叫台湾，就是因为邻里乡间，有人是为名为利，杀妻灭族；，也有的人为权为势，夺山海岭，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。就在这个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答的台湾岛上，一再发生，一再上演。振臂行营，战！阳间三支鼓声起，阴间孤魂飞茫死。死了后，头七三支祖师庙来再烧祭。大人啊，你是在讲啥？头七三支是安怎？站啊！紧站啊！头七三支祖师庙来祭。林大人，本官叫你站，站啊！叫你站，你就站；那无，连你做一站，听得无？咱清朝的渡海悲歌，唱到后你心肝吊吊断。今仔日台湾既然要做予你看，予你了解台湾嘛捌长山。咱一集一集来甲搬，看无到你的对心肝。清水祖师伫嘉义，有人会讲嫁遐近，清水哪会留喺嘉义市？免怀疑，人阮灵隐讲，予伊着两字，予伊欢喜，甲感觉真正好运气。一摆金牌射两钱，咱若要来去，就会记你甲阿祖小通知。快点跑！
查甫还是查某，那有什么要紧？总讲一句，十足一个。阿兄，我拜托你，你给我看一个软件，给我抱一个好不好？看，囝都不是你啊，看那有什么路用？你若肯顺从，我就留一点尔，也那无钱。我的好戏！阿娘，我拜托你，你莫逼我，你那是我拆骨断丝的，你莫演这么凶的啦，阿娘。你莫在讲啥？我心够啊凶，要命啊！这叫做现实。你袂用嫁给林乐天。好，你若想要嫁伊，我就先把这个囡仔死，然后各恁一个是奸夫，一个是淫妇，互恁两个死共款。哎呀，莫啦！哎呀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你莫害乐天，乐天是不过，伊甲咱代志拢无关的。是我自己欢喜甘愿的，哎呀！你这贱人！我搁再一摆警告你哦，乖乖啊，踮厝里，等回叫，后个月初十，知府大人的回叫来，你若敢甲我哭，还是敢甲我吼，我就抓伊林乐天毒杀，有听无？甲你嫁去知府。那是你顶世人烧好香的结果，你唔通唔知芳草。玉莲啊，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啊，无为了囡仔，嘛都要为了这个囡仔。卡叔讲吼，如果若是让人知影讲你无结婚就生囝，安尼卖讲是这个囡仔，连你都活袂落去。你不。原来我跟你讲啊，这单代志，你要怨我好，你要恨我好，拢不在你啦。也唔过，为着咱吴家，这个囡仔绝对袂用留。阿娇啊，照我的意思去做。你家己开脚的啊，看住外面的。
你什么？你上到会看头看面哦？你本来就看头看面啊！帮你抓好，你无甲说多声，够甲阿妈吵啊！我吵你啊！哼！嗯，奇怪，天也无落雨，山仔头壳冻冻。黄河啊，这不是天河，这是新河。新河，啊，你厝顶是破空哦，啊，无想到在新河。不是新河，相信的人落相信的泪，看来搁有相信的人要来庙求啊。相信的人。不是阿强来怀疑你，是你家己目睭闭无紧，到唔对所在来出事。今仔只好求祖师公收留你啊！祖师公，不是我阿强阿心肝向，为了强变，这个囡仔真正袂用得治啦。祖师公。请你来同情我，阮家的小姐，阿可有一个囡仔，三条的人命，我求你，求你找一个好心的人，来采用这个囡仔。祖师公，我拜托你，你成全我好无？是我一个心背啊。你无爱，我骗骗阿妹。一杯。新杯，是新杯。感谢祖师公，感谢祖师公。这家己个手指，是你阿娘的随身之物。你爱收好，日后把你的歹命阿娘收你。还佫有，这个十两银，是阿强。要给你的礼仔付钱，你得来收我条，顾好，唔通乱哭，乌白出声。你一定爱等祖师公，把你找到一个好心的人，你才通出声，有听的无？这回若无行影响，伊要甲我刣死呢！都无啥个，我求你啦，你一定爱我过关来的，吼，甲斗三工一个来，啊，若无话，我一定死哦！你看的啦，你讲吼，甲神明借钱来去医，一定会赢。土菩萨哩，我其他人吼，就是要来甲你借钱，我这回若过关吼，我一定三倍行影，好唔？咦，你咧笑啊？哎，你答应啊！哎，温顺啊，多谢土菩萨。悠悠心啊，你呀，悠悠心啊，你呀。啊，卡在遐个厝嘞。当然。永伯啊，今早还袂困啊？要困，你家己去帮我补困啦。老青春。嘿嘿，你这媒人像是好累累呢，啊！我问你，当初你甲阮查囝做真正的时，你讲对方偌好呀，拄偌好呀，差两几啊车，你骗啥呢？那阮是老实讲，阿母甲你骗啊啦。你还讲你无甲我骗，啊？当初你讲啥？讲对方敢要顶差两有三车，
鸡仔底有六只卵，啊，狮仔脚有七只，车头有七车，结果呢，送几一个，连一个砍头都无，你还搁谈只你鬼车兼鬼车？哎呦，鬼车是你家己讲的，那我唔才讲。啊，若要鬼车吼，就去蒙阿婆，唔才有鬼通车。嗯。啊，若坎仔顶练落去鸡仔底六只卵，迄就歹听咯。啊，若狮仔脚放屎。都袂用无七车嘞哦，啊若七车吼，就去车头，唔才有车。车头七车，老阿青春，你阁真够拼车呐！莫受气啦，气了会老呢。阿秋啊，哎呦，上班唔早呢，讲到家安尼啦，来，我甲你笑笑，唔敢唔敢吼。我甲你讲哦，人伫咧讲歹歹翁是食袂空，啊，拣翁是拣后事，毋是拣大富呢。假使哦，你即摆若无佮意，啊，青春啊吼，后摆再稳稳啊，甲你选，稳稳啊，甲你拣，拣一个较下用的啦，哈。吓你去死啊！后摆，啊，佫有后摆，哇，恁爸也袂甘你去，若无用这支扁担哦，甲你讲到后，你脚摆手摆哦，我看你还佫后摆，我你。就醉啦！掉！嗯，卖无啦！哎，哼，臭油宝棍，敢来阮庙偷客钱，看本好呀！安怎敢收你？哎呦，真歹啦！哎呀，鬼气哦，三下用刀去砍啦！来，哎呦，哎呦，这等，哎。是有贼来去卖食，啊好啊！这个死贼仔婆，若我抓到，我一定甲拍一个半小时。鬼哪里哟？鬼哪里哟？查某吼，客兄烧猪头，米仔啊在人楼，真金满大厅，客兄是满山平啦。
老我青春啊！人讲媒人婆啊，好嘴水，见讲讲对对。要那你这支拗嘴，不是讲累就是讲困，莫怪哟。你做媒人，十对九不行，剩一对家己留咧用，真歹势哦。剩的我拢摕去给人用哦。哎呦，比我宝贵，你敢知啊？阮十对是九对成，那阮今仔日哦是要来搭谢这个土菩萨，跳钢管、油饭、甲烧酒，要来谢媒人的热情无？啊，我知我知，原来这个囡仔就是你甲人偷生的。麦油酒鸡饭拢已经准备好啊，要来这送人吃。好咯，我明日去鸡啊大放送，等我青春甲人偷生去。你好啥啥？你竟然不是我的啊？你甲人偷生啦？不是我生啦，你先讲啥？嘿，也是你甲人偷生。嘿，是你甲人偷生，是你甲人偷生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是你的。你赔你钱哦。欠人鸟哦，你欠人叫哦，你欠人怕，怕了怕，怕人呀呀啦！这个宝贝啊，甲青春啊，实在有影真三八，讲话是遐尼无站直，两个小妹妹甲嫁出力，这两个老查某到底有啥物心结？也若无厝边到安尼骂，实在嘛真无价值。两个讲伫个祖师庙内安尼烧吗？这若是讲真功人是无人敢。因两个不只是烧吗，佮兼烧炮。而且祖师公敢会跳出来啊？去接囡仔。哎，你是啥物人？我是要来救人的人啊。救人的人？啊，是要救阮创啥？我，恁今日才好大胆呢。吼，伫祖师公的面头前，抬鸡杀生，你敢知影？祖师公敢那食菜、鸡鸭鱼肉，伊拢无爱食。你若抬，恐惊红死人吼，你一定会做鸡给人抬。拢是这个人，让我清楚的啦，给我误会啦，安尼给我侮辱啦，啊，都无啥的啊，请你原谅我了，你别怪吼，都怪伊，都怪这个老啊青春。都无啥，人伫咧讲哦，做啥话了啥啦，囝都唔是我生，伊干那要侮辱我啦，我咧讲，都无啥，你千万唔通放过伊，紧嘞，紧甲带去过紧做。你在咧过紧做啦？也无是你啦。啊好，你嘴骨咧笑吼，你咪嘴就甲你泡软软软，袂袂袂。你是咧欠拍到点？我再来打。哎呦，拍是袂当解决问题啦，问题是这个囡仔啦。啊，人囡仔都一个人偷生嘛，一个人偷死的啦，都你个偷死的啦。清水寺土菩萨干娘啊！有事来问，无事退啊！有啦，我做事讲吧，有事要问，有事要问啦。嘿，因为这个囡仔吼，不是我生的啦，那是老青春啊吼，要甲我分开啦。又包贵，你佛前有酒抓，只要我帮你渡过这难关，你要做牛做马来行。今仔日只是一个小小的囡仔片，你就伫遐提东提西，你到底有
去伊无？无啦，托菩萨啦，唔是无心意啦，还是讲饲一个囡仔爱开足侪钱的了，20两，你想敢有够？财叔叔，咱得求，本座赐你财甲囝，以后的福气你着家己收咯。家己收？伊即摆是讲啥哈？做事讲的意思可能是讲吼，这个囡仔甲钱，就是赐予你财主收啦。财主收？是啦。啊，阿明收的意思哦，可能是吼阿明哥福气等你收啦。对。哎呀，后财后主，哦，我冇事呀。财主收，啊是咩鬼啊？你若不信，你就问先看卖啊。冇事。啊，桌顶也无神杯，免哪拔。相公无杯，迄两脚做事的，就是杯啊。做事的，就是杯，啊，唔做事杯。忘掉，就是做事杯。做事杯，起来呀！人讲人为财，交遍人心，高山流水照高天。讲是言，也不如讲是祖师讲的祖师辈真正带来好。一句祖师辈上盖金明，有求必应万事兴。宝贵的就安尼，收了这个来路不明的囡仔，好名又滚蛋。你获得了半辈的祖师辈保回地牢，甲青春唔难掉，生意也一帆风顺。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一山一望一山高，欠了一边的祖师辈，和宝贵的甲青春两个人，愈看是愈惨吧。正开，落开。正开，你妈无爱插我好无？人我唔是故意。不是故意的，你就给我们吃，那是故意的，不跟倒口，我们就要丢失出事。你别骂我了，那我也是真委屈啦，你无对，土的无鞋啊，我就要给伊贴脚。好啊，你无问过土的，我甲贴脚，什么时阵才回去？土的讲哦，那是要给伊滚蛋，连做几桩，你拢免想要回去。迄个伊滚蛋，要偌久才使领走几张？土的讲哦，上少买二十年。哈？爱互伊吊才二十年啊？嗯。而且我买互土的跳脚跳二十年。啊！丢人哦，土的，后摆唔敢啦，土的。看这里。哈，还是穿好未？差不多啦。人客哥进来哦，有料够少。猪肉城内好光景，第一吃，第二穿，第三趁钱，就爱用。爱用哦。今日我一碗宝贵，宝贵楼重新开幕。在你开，在你开啊！包你趁钱无吃亏，无吃亏。哎，你两不是虾米啊？哎呦！
衰，真是命足衰，跑我哩单，别人大袂着，敢大到恁一两仙。快起啊，一铺我来就好。妈啊，有我宝贵啊！你这宝贵地人吼，风水歹，地理差吼，搁予你重新开幕吼，嘛是挨扭扭啦。真贵啊！啊，你这扛起来！母啊母啊，这个给我就好啊，好，给你。一个老青春，一个老半载，恁两个啊，实在是两只菜精啦。什么意思啊？无过啊！人是叫老伴仔，不是叫老伴仔。溪边水盘的盘，高风亮节的节，老伴仔不是叫老伴仔啦。哎呀！啊！闪闪闪！我跟他念天的，你念就用念去背。喂，看啥？吐吐吐！要吐你就去吐别人。阮囝你袂吐，那阮后生当当不是男子汉，是食专餐的，不是食你这种来插门的啦，知不知？喂，半仔，哈，你今仔变安怎甲你害你知不知？你大智啦！人讲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下三代。今仔日你会变安尼，都是伊甲你害啊！讲你，养着菠萝又去卡笑啊，气死我！那你哦，我咧跟我同款啊，半斤八两啦。哎呦，你这地瓜囝，搁打毛阮小弟是半层，吼，莫开啊！你几落层？你拍干？你这地瓜囝吼，你是懊悔啦？你小查某啊，啊你是袂好啦！查某吼，伊嘴只不黏就对啦，妈气死安尼啊！好啊好啊，那莫搁受气啊啦！啊，若讲起吼，迄个查某是上可怜啦。你即摆你讲啥？你若讲伊可怜？哎，你甲想看麦，伊哦，人生到矮个短啦，人歹搁高性低啦吼，啊，食个食老啊，搁阿袂过啦。好，啊搁吼，逐天咧甲人做亲戚，你讲迄白贼话啦。啊，你毋是讲过，当初是祖师爷，迄祖师伯要花咱的。对，这走，过来抽一卡去啦。是啊，啊，即摆佫带一个可爱做小弟啦。母啊，你讲哦，伊即款报应有可能啊，无可能？这叫做现世报，得对唔？对，是现世报啦。你想看卖啊嘞？咱宝花茶楼今仔日是今年开张第十摆大吉日呢。你两个坐担车在过受气，我看吼，我赶紧来起火兴水，予咱大家大赚钱。细只有你呀！阿你我来去哦。好。地点啊，古名地花楼，是清朝时阵新兴的一种花馆的地楼。楼内设有茶馆，为人客灌水、奉茶，陪人话群饮酒，却是无名无卫生的清官。入茶花楼开销少，却有少女娇俏、旧地之乐，是清朝的时阵下三品的人上爱消遣娱乐的所在。看到什么罪啦？谁爱赶车要抓你？我知哦，
我只是干那伫个做寺庙遐偷食些水果尔，因看到我就要阿你啊，闪闪！永伯啊，迄偷食人的水果，这嘛是有罪啊！行，我领你来见官车。偷钱你了，你放开干偷钱啦！放开啦，同款啦，你家你偷食人水果，你嘛是同款贼啦！台湾府通灵侵犯老君，杀人劫财，犯下滔天大罪。老君。像是老君啊，来人啊，把老君押入死牢。大人，冤枉啊，我不是老君啊。大人啊，你个永伯啊，伊不是老君的。你要去哪走？是。大人，哎，我是老君。大人啊，你这个抓到人啊，伊是永伯啊，伊不是叫老君的。你安平，这无你的代志。像，无咯，大人啊，你这个抓到人啊啦。滚蛋！来人啊！将老坤这个共党的押走！大人啊，我不是共党的，我不是共党的，阿母啊，母啊，救我！这个手机，滚蛋！滚蛋！袂用的，我袂用的，人的，万一若去王阿兄知影，绝对袂放伊煞。大人啊，大人，你有啥物了？你有啥物了？我囝啦！阿婶啊！大人啊！代志因母个遮大条啊，甲老坤讲，要活命，家己收尾。收尾？要安怎收尾？老房无关，人无房。老坤家己是生是死，家己决定。规日，明仔早起，我无想要见到第二个老坤。是。是。要安怎？要安怎啦？对，爱来去家门伸冤，来去家门伸冤，行。无悔地牢，无悔地牢。这唔正经，你白日顶死人去打爆恁家黄金蚊啊！是，你才偷找我的麻烦。我哪会知影？我是讲偷吃一粒水果，也唔是什么大代志，安那会变到安尼？哪会变到安尼？你卖鸡婆的时候，敢有这代志？我来讲，若是我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做鬼都袂帮你耍。看啥啦？甲你讲过几摆啊？我毋是姓啦，我毋是老坤啦，紧放我出去啦！专文字是变作因尤君达因母子受气的，